谢您吧，感谢您吧。这个感谢大伙啊，哎，相声大会呢，一场接着一场，轮流演出。这场呢，把我们小哥俩换上来了。是。上一场是谁呢？谁呀、啊？这个叫纪晓彤啊，跟小龙，啊、俩人都没听过。两个人说一个传统的节目，叫什么名字呢？叫什么？叫春晚了。没错。两个人说的不错。是。下去呢，休息休息。哎，这场呢，把我们小哥俩换上来。该我们了。刚才来呢，应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说一下，有认识我们的，也有不认识我。对，我呢叫秦霄贤，啊，小队的一个小学生，嗯，七队的一个小队长，加油队员。没事啊，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，我的搭档，嗯，叫什么名字呢？叫什么？叫孙九霄。没错。是，说实话呢，我们很喜欢这种氛围。嗯，小剧场的氛围其实就是大家开开心心的。对，我们想搭茬呢就搭茬。嗯，那说实话呢，其实对我们七队来说呢，搭茬的现象比较多一些。是，但是呢，嗯，我们也知道你们是什么心理。哎，作为开心来的。对。不管你们怎么搭茬嘛，其实我们呢，如果说真的接话的话，其实也是在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抻脸。是。趁着我们在台上的临时反应也好，对，怎么样也好，但是等到以后是到了大剧场以后，其实搭茬的效果呢可能会稍微差一点，是，但没有关系，咱们这有关系，我们呢慢慢努力，去不了大剧场，哎，给自己说回来，不管怎么样吧，好好的演出，把相声说好了，哎，其实相声来说，对于我而言呢，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，相声都没意思，没有什么意思，什么有意思？我还是喜欢我自己原本的工作，哼，没这么多。原来呢，不是说相声，真的，真的，谁说相声？之前是说相声的。我不是说相声，我是干嘛的呢？啊，哎呀，我这个职业还是真多哈。对，啊，这些都不是，这些都不是。我是干嘛的呢？我唱戏的。就您唱戏的？哎，唱戏的。好家伙，正经的唱很多年。是吗？后来呢，觉得唱戏没有什么前景啊，后来说了相声。哦，后来觉得说相声没有什么前景，现在打算回去唱戏了。唱戏，觉得唱戏还是比较有意思的。是吗？您唱戏的？啊，当然了。唱哪个剧种的？哪个剧种的？啊，考一考你。啊，你都知道什么剧种吗？剧种？你考我干嘛？问问你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说呀。这剧种嘛，就南昆北弋东柳西梆。哎呦，京平梆曲，你唱哪个来？你知道这么多呢？啊，那你说一说，把它说明白了。南昆？南昆是什么？昆曲，哦，昆曲，啊，北方弋调包腔，哎呦，东边柳子腔，啊，然后西边梆子腔，哎，你都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你觉得这里面最厉害的是什么？我觉得最厉害，哎，我觉得最厉害那就是弋调包腔。弋调包腔，哎，那我来说，我唱弋调包腔腔唱的最好。哎呦，您唱包腔吗？哎，唱的最好，是吗？那拿我们整个德云社来说，啊，没有一个可以唱过我的。好家伙，你也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？风得多大呀！好，你什么拿去就说，德云社你唱的最好。哎，你跟着我，哎，我其实我不想反驳你，但是我必须得反驳你。怎么了？咱们队长，哎，孟鹤堂，唱的好不好？好啊，是吧？人家唱的好，你比他点人家。唱什么？跟我比一调高腔。一调高腔吗？孟鹤堂啊，他是个屁，他是个。他是个屎。
行，是吗？全德云社啊，一条包厢啊，就我唱的最好。哎呦，就你唱的，没看咱们是吃鸡泡长大的，不一样。高起来，我自己都够不着我自己。那不就是高不上去吗？那个太高了，是吗？骚嗨，知道吗？骚嗨，太高了。那是说国语吗？那个太高了，那唱好些年了，是吧？真的。哎呦，哎，其实我也喜欢唱那个，是吗？一条包厢，哦、那什么，你是个屁，你是个，你是个屎。还去捧你来，这事捧我们不是，不是我确实喜欢这高声。那什么，我这样能不能跟您合作一回？跟谁呀？跟您。在哪儿？在这儿。你跟我唱啊？没戏，没戏。你不行，你不行。我跟他们都不爱唱，我爱跟你唱吗？不是，他们是不行。哟，我还行。你行，我行。那咱们来一回，咱来一回，唱回啊。那你挑出戏吧。别我挑戏，您挑。不用我挑啊，我会有太多是。挑戏，我挑戏，哎，我挑戏，那我就挑一出，好，因为我就会一出，行，叫《斗公训女》。什么戏？《斗公训女》。可以，不会，不会，来，鞠躬下来。好嘞。什么叫好嘞？还挺随和，您这。不是，咱们这个节目叫《斗公训女》，你不会，大哥退票去吧。啊，包括豹子都恭喜你啊！你以为？那我会。哎，你现在跟我说的有点含糊。我会，豹木豹什么我会什么。是吗？可以可以。都恭喜你，都恭喜你，真可以。当然可以。那他唱这个好啊啊！那你这个剧情你知道吗？剧情你不知道？我知道啊。知道你问我吗？我怕我这个版本跟你这个版本不一样。我这个全国都一样啊！这个。万一不一样？没有万一的呀。因为我就蒙住了，想不起来。你还蒙住？你说一说这个剧情。说的什么呢？就是大宋朝开国元勋高怀德，少不得志，妻子亡故，留有一女，名唤桂英。只皆因高怀德的父亲与后周皇帝郭威有仇，故而不得出仕为官，怎奈家境贫寒，难以度日。便向窦燕山借了300两纹银，命义子高同进京冒雨。高同一去3年，是音信皆无。这300两银子还之不上，心中暗想：过班无奈。这一天走在大街之上，见郭家张贴招贤榜，心中暗想：我何不趁此时机进京赶考，求取功名？可是又一想，家里边有个17、18岁的大姑娘，是放心不下。回到家中，便对姑娘言明，命她到窦府去抵偿300两银子，以偿信义。姑娘闻听，点头应允。当即立下违约，怀德走后，姑娘怀揣违约来到窦府，对窦燕山言明。窦燕山听罢，不但免去了300两银子，而且将姑娘收为义女。这一天，家中来了一位借宿的公子，名为石守信，文武双备，盖世英才。窦燕山与他谈话当中呢，十分喜爱，便将姑娘许配给他。可是洞房花烛之夜，姑娘满面泪痕，姑娘满面泪痕，公子大惑不解，心中暗想：哎，你是怎么了呢？姑娘闻听，有点水啊！姑娘，你是怎么了呢？我没打呢，我没这么溜着玩儿。没听说啊？你不要搅和我。好嘞，反正我就记不住这事儿。好嘞，慢慢说，不着急啊。你是不着急？心中暗想：我何不趁此时机进京赶考，求取功名？是。姑娘闻听，点头应允，哎，当即撕开后花园门，放走石守信。次日清晨，老员工发现马棚当中不见石国老爷马匹。后花园门大开，是大厅失色，急忙报与窦员外知晓。窦员外听罢，将姑娘叫到面前，加以训责，这就叫斗公训女。只见因全面唱的是高桂英、高小姐，深深大义，四美俱全，故而又叫千金全德。啊！我跟你说，这帮老师捧的有点假。我想问一下，因为你这个剧情就是石守信啊，还有谁？高桂英。高桂英啊，还有谁？窦员外，窦员外啊啊，就是他这女的要结婚，是，然后洞房花烛之夜，嗯，这人去赶考了啊，这人有病吗？什么叫有病呢？花烛之夜赶考去了，这人心也太大了吧？知道为什么我初三毕业吗？啊，就是因为学习。哎呀，您这都累瘦了，您啊，可以，那都。
谁跟你回家去？要回家？没有，明白了吗？就待这么一会儿。那可以可以。然后您再受受累，干嘛呀？再赶个院子。什么呀？您再来个院子。院子？哎，院子我上哪给你找去？这没有，这是舞台上没有院子。不是亭子，这谁叫的？这是小亭子呢？不是，老家人。老家人是啥？管家。哦，你说管家吗？对，管家，管家。我来两个人，对，我来一个夫人，啊，来一个管家。对，你来我的爷们儿，没错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。那咱们唱吧，就唱呗。怎么了？咱不要着急，咱们打打桌子。哦，还打桌子？对，哎哎，咱们分出小火台了。哎，干嘛打桌子？哎，桌子前面没钱，在桌子后边没后台。您在这上上门，我这边下上门。你等一等啊，我问问你啊，这是哪儿？前台。这儿。后台。这儿。上上门。这儿。大家伙，大家伙，来一只十上的。
我长春等你。我下礼拜去你家。不出了，出了，出了。出了啊，你回东秋大学没完呢，你。我东秋吗？这东秋得有数啊，你看看我腿就行。怎么来？我东抬腿，秋落腿。东抬腿，秋落腿。对，还得飞在你腿这儿。看看点啊，看看腿。
他跟谁跑、啊？小姐。哦，小姐。没买。三儿，邢老爷打赤兔包，不是金国。我问三军师傅，师傅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撒泪分那边。你乃怎家？撒泪分那边。哎呀！钻进去，没错，找找感觉了，就看你表现了，好吧？那这前面怎么样？啊，前面的戏都忘了。